气泡。前有平安楼顶，台北市民改协会理事长刘林桥先生，常务理事叶明才先生，赞助主席陈建安先生，游览委员陈英杰小姐，台北市市议会副议长杨林川先生服务处，台北市市议员陈玉君小姐，台北市大同区执行秘书长杨孝龙先生。台北市民安协会理事长刘廷彪先生，率领民安协会全体干部员，感谢福建会长陈三百，李吉强、蔡吉强、张吉强、赵吉强。